接回，换你吧。再说一遍，舒小姐、魏小姐，小艾秘书早上通知说，您二位已经被辞退了。辞退？不可能！我要去问顾逸晨。顾氏的新闻发布会确实缺一个撰稿人，要魏世奇做也可以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你陪我一天。江恒，你怎么也叛变了？他知错了吗，顾总？舒小姐她去。